走，我就想游出去就好了，结果根本不知道往哪丢了。画一颗太阳，长得不像太阳的太阳。我这张画是画一个人，他在一个像是森林的地方，然后站在一个土丘上面要丢球，然后上面还有蓝天、白云跟太阳。我是叶云峰，我最喜欢的事情是棒球，因为打棒球的时候我会觉得很开心，可以跟大家一起玩。